涉嫌在意大利犯下租车诈骗案，骗走高达10亿元的西班牙籍男子奥纳德，从2019年开始逃亡，在全球各地游走，遭到了当地的检警发布了国际通缉令。不过现在却传出他人疑似就躲在台湾。对此，刑事局警方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当地请求协助，正在积极的了解当中。通缉犯亡命天涯，国际刑警一路追到台湾。电影情节真实上演，意大利就有诈骗集团主嫌疑似逃到台湾。据了解，这名意大利重犯诈欺超过10亿元，犯案后在世界各地躲藏，最近疑似是来到了台湾。对此，刑事局警方也正在了解当中。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这名西班牙籍男子奥纳德是当地的租车业者负责人，假出租1189辆汽车，并转卖给不知情的第三者，不法获利超过台币10亿元。2019年，他宣告公司破产，没多久更人间蒸发，疑似先逃到巴拉圭，再到台湾躲藏。当地警方也对他发布国际通缉令。目前台湾跟意大利之间本身并没有签司法互助的条款或者是引渡的协议，很多时候还是会有个案上面的合作，行政单位是可以透过外交关系来跟台湾的司法单位来做联系或是请求协助的。对此，刑事局表示还没有接获意大利执法单位或是移民署通报，目前正积极调查，不让国际通缉犯有机会重操旧业，把台湾当成诈骗集团避风港。记者赖欣阳台北采访报道。